喏，在那那桂林呀，也是那屏东舞台，屋内那萨古拉爹做多么旺旺，是个烂。屋内屋子那萨古拉，屋内做马农们在那那，哪里萨古拉给生？也是那舞台，他早啊早爹木说那怎么走了？那个在那那嘛有啥？说萨古拉有啥呀？刚能说嘛马农听那阿难，哪在呢？嘛那是爹做阿根做人说萨古拉有啥？怎么走了给他？ 马西南文化风过了独木路那街路，马街大路中就走路马林走。也是那舞台，上过了当那哪里，在那那那桂林，摆了个早啊早，马街也是巴里个，马里走走走，木山伢子么走了。马西南，马街大爹大路中，上过了文化风一说哪里，马那是爹做阿拉阿爹啊。哎，中午我就有两个游客说要看樱花哦，哎那边呢、啊，我就这样看，咦。 咦，怎么按住？哎，哥哥那个怎么回事？我就问我哥哥死了，死了两个月了是。所以正常这个时候应该他是还是有这个月相。应该是绿一样的。搞不那个早马嘎西，当年了马西尼那第二个呢，大巴走过这个人，那个杀过来一些，因妈苗族打那比格鲁杀比，舞台现场马嘎西，搞了一些马那是乌那族马农们在哪呢？在哪呢？马米沙。 马拉加努族慢慢能走人，马个独木路族伯格里加入一生，怎么走了？年年不耐。那个加入一生，他们那家里个马家长阿伯在伊那家门能，伊嘛杀过来一些，加努族打不拉恩，阿伯伊马该灭呐。老话，然后开始这个衰败，枯枝落叶，会在三四年当中会出现的。那当时。 这个苏伊他是这样告诉我们的，这个当我们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去做处理的时候，相对的，我们看可能就看不到花了，哦，所以当下这个非常可惜啊，非常可惜，我们樱花王我们看得见是大概很难，再透过我们人为的手段让它重新复苏。乡长都正经马嘎西。 那在你舞台文化风当那干那些，阿不做阿家做萨古拉拉尼吉森，大不论怎么走了？那个也是那台二十四线杂杂的一年，我那把神山舞台马达阿里布拉古，一度木罗把一年萨古拉大不论怎么走了？在那那马米沙拱手干那达拉上海，也是某某个瓦罗萨古拉。那在你当那萨古拉干那些，都你把干你木个啥尼亚怎么走了？ 把你都嘛都走路咖喱。